我身边有嘉怡，欢迎你。Hello, Oscar。喂，你首新歌《不散》啊，我好奇啊，系点样不散咧？不见不散啦，冤魂不散啦，定系雨不散？其实真系冤魂不散，因为咧，我个人比较长情啦，又专一啦，所以咧，当我中意咗一个人嘅时候，佢真系会不停喺我个脑海入边啦，同埋。即之前咧试过有一段感情，就系咧分咗手之后，佢停留咗喺我嘅脑海入边咧，都有成差唔多十年嘅时间。哇，都好长。其实到而家我谂我都未完全忘记到佢嘅。咁但系系咯，即呢首歌就系想讲咧，当你爱一个人嘅时候，分咗手，你见到每一个事物去每一个地方，你都觉得哇，佢嗰个感觉啊，好似同你一起。都是不散咁樣。係，首歌其實真係講緊你自己嘅故事喎。係啊。咁如果要你俾一個 advice 俾啲可能啱失戀嘅人，你點樣處理呢個不散咧？啱一啲失戀嘅人啊，點樣處理就係聽呢一首歌。係啦，所以而家即刻有請你演出《不散》。好。曾含泪过不散，对你一切被淡，但已死了旧情又翻生，我再看眼，没法限制怀念泛滥。若要将当初想法之旅忘记，真的不简单，放低你这。再展览，如幻石一样，泪水冲不散。要冲散后，还别想配风云，情感在血液循环。我知道复合或者分开一时难，被你跨不出纸伞，余情还未退减。在心间努力独行，但你残留背影离别太慢，想要花几多喘息休养时间，将幻象推翻，放低你这样难，任你的画面再展览，如幻石一样，泪水冲不散，要冲散。Thank you, Oscar。我仲见到佢 MV 揾阿小芳做嘅特别嘉宾喎。系啊，其实今次真系好开心，因为我同佢之前只系见过一次，跟住咧，当我邀请佢做 MV 男主角嘅时候，佢竟然一口就应承咗我，所以真系好多谢佢啊！所以大家记得快啲去睇嘉怡嘅 MV 啦。我哋下集劲歌金曲再见，拜拜。